头，你知道今天情人节吗？什么？你说今天是情人节？哎呀，我没有准备啦。怎么办？情人节，情人节礼物啊，有了！楼下，楼下。从便利商店回来，要拯救情人节礼物，准备的有什么呢？就是这些的。刚刚呢，我们有特别跟店员拿了两个纸袋，要来当包装纸。好，现在要先把吐司先进行切边，把吐司放在中间。再来要来做礼物的东西，生菜。把生菜先铺在吐司的边边角角，然后这一盒沙拉它都是菜比较多。另外一个我最喜欢吃的糖心蛋沙拉，糖心蛋沙拉也要放进去哦。但是这个放进去，我是要用在中间。可是是要送人的，送你的情人，不要偷吃，也不要偷吐口水。哦，苦水！我爱你，我爱你，我爱你，好像对他下药一样。好，把它放进去，中间沙拉放越多，代表我对他的感情就越深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要把包装纸的地方这样子把它包起来。现在把它包起来以后呢？我发现我忘记买胶带了，虽然便利商店有，但是环保一点，沙拉盒里面它都有用胶带粘，所以我直接把它粘上去。再来，我要把里面弄得更漂亮一点，不可能只有绿绿的切春薯三明治，里面它切得很漂亮的火腿就要借我来当我的漂亮的鲜花，太薄了，我还是用我的小手好了，就代表我的心。很用心哦，火腿，绿色、红色，再来要用黄色，重点是我要把它变成更漂亮一点点，不要让大家觉得是好像在外面超商就买得到，毕竟这是情人节礼物哎，所以我现在要把它变美一点。我觉得其实我情人节快乐。